咋不叫哥呢？哦，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在银川。Hello， 我是真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谢欣瑶。今天其实我们这一期是推理的游戏，我们现在的身份都不同。哦。破坏者、守护者，通过游戏获取破坏者的身份线索。你偏题了。爸爸，哇，这么大，这么大！你想我优点，想了这么久。哦，这是哪家的鬼呀？我们叫猫咪包租婆庄。领那俩队友去看看脑子吧，话都听不明白就别吱声了。破坏者中有南方人，那不就是我吗？是的。啥呀？是。本节目由吉利爱抗巧克力冠名播出，爱抗巧克力大放异彩。恭喜各位完成了第一关卡的守护者联盟的关卡挑战，接下来你们将开启第二关关卡积分争夺战。本轮关卡游戏依然采取积分制，游戏结束后积分更高的一组会获得一条单独的线索，在单独线索获得之后，导演组也会发布一条公众线索。后面的这个大滑梯也就是第一个挑战，叫滑溜溜的梯子。梯子上撒满了泡沫，每组选择一名队员拿着提板站在梯子顶端，向队员展示提板，另外两名队员则要向上爬。三局后累积答对题目最多的队伍获得游戏积分。真真就一直在上面吧。哦，我给你们举着。对，真真就在这上面。咱那种呢？哦，咱们谁来上头？都行，都可以，都行。嗯，手起刀布，手起刀布吧。谁输的在上头？谁？行。不，我的你俩定了。来，石头剪刀布。咱俩上，咱俩上面。嗯，加油。加油。准备，计时开始。你干嘛？哇哇，很滑啊！啊！ Oh no！ 啊！啊！哦！好简单，你告诉我这叫简单多少？七十八加九十六，八加六等于多少？哎呦，174。哇哇哇，不带浮动器。你不知道？粉丝虫跟孙仙兼何太极，何太极。粉丝虫跟孙仙兼何太极，粉丝虫跟孙仙兼何太极，何太极，太极。那上一句吧。上，中华。Come here, boy！ 哇，好滑！哦，哇！直接在这里看也行，你要能看着这样子也行。认，他是认的认。嘴上无毛，上一句，嘴上无毛，胸口有毛。哈哈哈哈哈！过。
王家猪。猪。猪坏。猪坏。啊！猪坏，猪坏。这个简单，这个上来，这个上来。造孽！请说出“理”字可以构成的三个字里头的“理”啊，是不算吗？五二三加八九七，五二三。啊！算一下，1420，1420，那个蝙蝠。哎呀，这个简单，这个好简单，快上来，这个老简单了。哎，那我再等。木家口什么？信，慢慢猜。遗嘱，你不知道的，你不知道的。先宁夏。回族。宁夏。什么？什么自治区？你来。我的妈！搞的。对，搞的。夏聪明啊！选大青，选苗苗。啊，太累了，上不动了，太累了，没有劲儿了，上不动了。兄弟，到两轮就完了。你有什么办法？把我搅了，哥！哎呀，差点把我蹬下来！三乘八，三八二十四，119。耳语相冲，耳加冲，这是一个冲，这我记了。装，冲我装。这什么？11×106。快点，你们这得慢慢算。这怎么猜？这得慢慢算。诺哥，你去干扰他。我这是人出的皮啊！这400多。太复杂了，数搞得太大了。问导演组上去算那个几百位乘几百数的，啊！21，别算了。21别算了，投降。别算。11×106等于多少？106先乘20。啥？什么东西？啥？55×126。我不跑了。我差一点我就算出来了，85、66，我看不清。这也好
换不换？换不换？你们谁上来吧？我来。哦，你从后面上，你那上不来。哦。哎，别干扰了，咱俩就和平行吗？咱俩和平，这题都挺难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别难为对方了。这个简单，这个简单。81，170。你这数学小天才，必须的，必须的。看到吗？99加178，277，237，236。对对对对。哦，哦，换一个，换一个，这又是三位数乘两位数，谁算得出来啊？还有一分钟啊，一分钟。96加36，加3 2 1。138，112。哦，对对对 ，OK， 112。嗯，哎，112。最后一道题，那个80。对了对了，我是不是应该好歹爬两下意思一下？哎，结束了，我们都答完了，我还没爬过一次呢。我没上车。来吧，我公布一下我们最后的结果，这一轮获胜队为真真。哦，第十个。真真这一组会获得15积分。我们现在玩海洋池，池子里面有8000颗海洋球，一队里面选择2名的队友在海洋池里面寻找一颗宝藏球。在寻找的过程中，我会发送一些题目，外面的队友回答出来我的题目，我就会提供你们一个单独的线索。一共有3轮，你们现在可以决定一下谁在里面去寻找海洋球。你到里面去啊？我在里面。为什么？因为，哎，伊登，打断一下，你知道那个鸟是什么鸟吗？那个鸟？喜鹊吗？那是不是像布谷鸟那东西啊？守护者可以在某一个游戏过后要发出布谷的声音。不咕不咕的，队友会回应你的人啊。你俩在下面，我在上面，我答题，啊，好不好 ？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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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。我们俩下，对。找啥来着？我进，我不用管他，咱们进咱的。是找啥来着？找球啊！球上面标记的一个小图片，标记了一个小图片，这上哪找去？哎，我找到了！哎，啊，找到了？那么快？太快了，太简单了，真牛啊！你眼睛好尖啊，在这研究呢。哥干嘛呢？哥，厉害呀！把你们大家都转过去。
我们先出去吧，要不然你们再放，要不知道你方位。嗯，行，瞧不起我们。我说吧，直穿鼻子大象转啊！好，预备，开始。进来吧。哇，已经真晕了，已经真晕了，真晕了。上上上，晕了晕了。慢慢的，慢慢的，你就去跟着诺哥去找。我又没找到你，找我干啥？你找我干啥？你找我干啥呢？他这次应该换了一个颜色的球，不一样了，不一样了。对，疯狂翻，你别把真的给滚出去了。哦哦哦，我也站上来看。这个好难找啊、哦！这我没放啊！你确定放了吗？放了。那就别找了。Ready go！ 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先找，先找，先找。可不可以答题啊？找不着？可以啊，一鸣去答题，要点条件，快点快快。36×9等于多少？十圈大象鼻子。快转快转快转！好吧，我让给你吧，我算不出来。哎我，三十几乘几？36×9。三六乘九，六九五四四三三九。二百三十四，134。你也不行，回来吧。转十圈之后再回答。会吐的。越转越不会算。七八。二三四。在粉色球里面。黄色球吗？哦，听了。但我刚好像看着了。一旦你去回答问题，我来找。回答问题？对，你可以继续回答问题。69×2，十圈。什么？69×2。69。Hi Siri。Hi Siri。Siri。69×2等于多少？69×2等于多少？138。来，你尽量多出点好了，没事，我有。不能用 Siri 了，这一次。哎。98×3。98×3。90，98。我找到了。哎，不是，98×3，你一定要先转圈。294。504。错，洋洋说什么？304。都错，刚才都答对了，错了。294。对。红色上面有一个刀口。继续。79×3。237。现在换了一种升级的方式，大象鼻子转完之后要跟队友击上掌才 OK。有击个掌。
干嘛？塞到肚子里面。你干嘛呢？哇！他藏了那么多。粉红色，没有贴标。找到了，这漏气儿的是吧？里面有什么东西吗？啥没有啊？那也不对，那还藏东西了，你看着没？赖不？怎么回事儿？我再给一个提示啊，刚开始放的位置是在于一灯现在站的位置。这都刚才让咱呼噜的乱七八糟，这都已经翻那么老半天了。别动，都别动，翻老半天没关系，它应该在都在原处，不会跑太远的。那就谁也别找了，谁也别找了。哎，我找到了，哥哥。是的，是这个。翻老半天没关系，他已经。很棒！谁也别找了，是吗？是啊。他们一扒拉我就看见了。这个真的是眼力，靠的是时间和眼力，还有线索，还有运气，你们这三个都不沾。蓝色的就看蓝色的，轰轰轰！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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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捣乱，轰轰轰轰！哎，看到看到看到，看到了啊！在哪儿啊？搞没了。哦，找到了！我的妈呀！哎，很有难度。略简单。靠的是眼力，还有线索。还有运气，你们这三个都不沾。现在我公布一下这一轮获胜组是洋洋、燕西舵还有一鸣组，所以说你们又增加15积分，一鸣组40分，然后一灯组15分。啊，好，差距这么大的吗？单独的线索谁来听？我来听。你们有资格吗？我听啊，这个还是有点信息量的啊，单独线索。破坏者中有人会游泳。什么？破坏者中有人会游泳？我知道了，狗贼。公开线索为：破坏者中有人的名字是三个字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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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狗在那里听，这是公开线索吗？洋洋也有可能的。我也是三个字，但是我们有一个单独线索。单人线索再分享一下，我们再捋一捋。啊啊啊！我渴了，一起分享出来，我们一起讨论一下。不能输啊！不是，你把那个输不行，我们讨论一下呀。那就明牌了呀，那还讨论啥了？不能再讨论了。你是怕你露馅是吗？没露馅啊，露什么馅啊？基本上露馅了。哟哟，我们又来出来了。
秦始皇已经到位。到啊！因为刚才听到一灯那个组在叫嚣，想获得对方的独立线索。现在我们临时加了一个小游戏，名字叫“蛮力的拉力赛”。后备箱有数颗乒乓球，双方派出一个人相互拉扯，3分钟来计时，谁获得的球最多，哪一组就胜。如果说一灯那组拿到的比燕青诺这组多，那燕青诺，你们这组就要把自己的单独线索给到他们。OK， 好的。谁来出战？我吧。我总不能让女生出战对吧？自告奋勇。我们的牛哥。你不是让我吗？不好吧？给他们点机会、啊。那得是你吧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开始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胜利就在眼前，走，加油！别笑，诺哥，别笑，诺哥，别笑，你别笑。拿到了，拿到，拿到了，拿到了！哇哇哇哇！完美完美完美！啊，他又来了，他又来了！哇，把你咬了！哇，诺哥，牛啊！可以可以。啊啊！这回合制啊！哇，完了！我服了！我服了！服了！服了！我搞不动了！啊！还有一分钟！还一分钟！还一分钟！让他先，让他先！一、二、三！啊！这样，我把它投在上面，然后大家都可以看嘛。果然共享了，可以这样一起共享，然后大家看起来也方便一点。哇哦，哦，这是个投影啊，还有投影啊，可以投影过来，然后就很方便。哦，我们的线索就是这个了，在破坏者中有一个人会游泳。我是不会游泳的。我知道，我会，我承认我会的。我也会。现在会游泳就是，我会一点点。我不会。不会，我会狗刨，那也算是会。所以说，就是我们三个里面，也不好说。其实他现在给的所有线索，也不知道到底谁是谁，谁跟谁一伙儿，所以等于没打。所以只看晚上的游戏了。晚上的时候才是真正考验人性的时候。到底是谁在骗人？玩家来到最后一个关卡，需要在14层里找到许多破坏者的线索，三人可以进行验证。你是坏人，为什么是坏人呢？他好可怕，我走了啊！你是坏人，到底是好人坏人？一动，坏人有很多。他有线索，他谁都不给你干嘛？你这跑这么快，他干啥去了？他们赢不了了。